次见到你就想认识你，糟糕的天气里遇见了你，是暴雪里唯一的危险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，带你上雪山，又开车狂奔到盛夏海滩，在沙滩上给你一整箱冬天的雪。爱和梦想是我们彼此存在的意义，台球和你占满了我的世界，没有非去不可的地方，没有真心想要的东西，更没有非要在一起的人。直到在暴雪时分遇见你，生活有时失意有时赢，希望爱情没有暴雪只有晴。Ready? Your camera. I'm ready. 3, 2, 1, action. 其实两个人有点像两个世界的人，他在里面，可能我在外面，就是这个其实挺浪漫的，因为两个人还没有认识，微信也没有加上。我觉得这个 OS 我就直接问出来行不行？我在啊，你怎么了？我的意思是，这几天的时候有一点压迫一点。